大家好，我是欧斯尼爸，今天要教大家写一篇劳动节日记。5月1日，天气晴，快乐劳动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我们全家都在做劳动。牛上鹰在拖地，白泽在打扫，龙女在擦窗子。哪吒，大师叫你快来干活。再干了，再干了。我也在勤奋记录大家的劳动过程。劳动节过得真快呀，感觉像做了一个快乐的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大家要记得参与劳动哦。